人和人的缘分，不是一场不出门就能避开的雨。一生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人，但有的人，在你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就会忍不住喜欢上。不一定是对方长得多帅多美，而是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心里瞬间激发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有可能是他的眼睛，他说话大笑的样子，也或是他的穿衣风格。总之，一眼就能抓住你眼缘的人，就算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也能悄悄赢走你的心。弘一法师曾经说过，第一眼就喜欢的人，是灵魂认出了对方。若今生遇到一个第一眼就带走你心的人，那么他前世一定深深地爱过你。这世上最好的相遇，不是在路上，而是在彼此的心里。